你就是霍斗，本座不找你麻烦，你倒主动送上门来。早就听说火神祝融的部下有一名临阵叛逃的大将，被判到这锁妖塔来做看守，一直很好奇，今日终于得以一见。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好啊，你可以杀了我，但这锁妖塔也多年未见新人了吧？想必你也很久没有听到外面的消息了。嗯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祝融的近况？又或者他过得好不好？有没有新的坐骑？ 又是谁取代了你的位置？祝融，这些年有没有提到过我？没有。不只是他，整个天族记得你的人也不多了。偶尔有一些年岁大的人提起，也只是说你是一个胆小怕事、被主气意的凶兽。 撒谎，我不是逃兵。哦，是吗？这个说法倒是头一次听说。你知道吗？就因为你出自中阴山，现在天族众神已经没有人愿意去中阴山挑选神兽了，都说那里出叛徒，以你霍斗为罪。闭嘴！自从我跟了祝融开始。 历经大小阵仗无数，从无一次胆怯未战。我曾发誓，奉他为主，绝无二心。都是他亲自下的命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他亲口对我说过，待我如手足，言犹在耳啊。可是他为何要害我？为何要害我？这个问题恐怕你得亲自去问他了。 哦，不过，不知还有没有机会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他是谁啊？上清天尊寿岁无尽吗？到了今日，还活着的上古大神也只有他祝融一人。不过在我进来之前就听说，他的大限已到，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活着。你说他？ 可是真的，我骗你作甚？他不会死，在这世上只有我能杀他，唯有我能杀他。我用了七万年，终于恢复了五十，就是要让他亲口告诉我，他为何要害我？他不能死，我不允许他死。你不允许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 他若是真的想见你，这七万年了，为何都不来看你一眼？祝融火神才不屑于见你呢。霍斗，别忘了，你就是个逃兵，我不是逃兵，一个背信弃义的神。我不是逃兵，闭嘴！你若是真的想见他。 就去撞翻那神农鼎，冲出锁妖塔，再打死之前，把话说清楚。
对不住。女娲石怎么会是女娲石？那是九臣，九臣是女娲石先换了神弄鼎来镇压我们的。哎呀，